搜狐视频的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晋，我是蔡秀芬，张晋的老婆。能互相点评蔡秀芬的。哇，今天你真的是穿得很帅气哦。为了配合你吗？真的，真金丝边的，我们真的是非常配合今天。哦，今天拿到了大奖吗？心情怎么样呢？好久没拿奖，好开心啊！好愉快，没想过2021年我最后一个月，对呀、可以拿到奖了。对，恭喜！谢谢！我 也恭喜你啊！我也是特别高兴，就是其实最后一个月有那么高兴的事儿。你得奖很多、今年哦，你很有本事哦。不敢不敢，还得了很多大奖啊，气死我了！好开心啊，好开心啊！我应该高兴哈，还是不高兴好？高兴！你什么感觉、就最后一个月，这个惊喜挺惊喜的。想问，在 Ella 眼里面，靖哥最近最帅、最有魅力的时刻是什么时候？当然就是他的讲的样子，他其实他每个时候都挺有自己的那种魅力在里面的，就像他在台上表演的时候，他在很认真工作，在思考的时候，有些时候臭脸的时候很帅气，因为男生有些时候就很认真的去处理一个事情的时候，他不可能就是像女孩子这样子哈哈哈玩的那种嘛，他就是比较认真的时候就肯定会脸就会比较那种，那就以后多点臭脸。对，不要但是真的是都是很帅气的。大家也都觉得你们俩私下的那种私服啊、变化都特别的好看，是奶奶有替他挑选一些吗？刚开始拍拖啊，然后刚开始结婚的时候，我真的帮你配很多的，因为我会给他很多意见，因为我觉得我的 taste 都不错，但是后来慢慢发现他越来越懂自己要求什么，越来越不给我支配了，然后我就说，你的 taste， 然后他很有主见，而且越来越知道自己怎么穿好看。你穿衣服也要给我看，他也会问我意见。我记得我是第一年去香港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刚拍完古装是长头发，然后一去香港的时候把头发剪了。男孩子头发那么长不好看，一去了就剪了短头发。你还记得我们刚刚拍拖的时候，还是我帮你剪头发的？哦，对对，那时候染了头发，有些黄的都染坏了，他帮我剪。我帮他收剪。对。后面结婚之后了，你很多时候没时间去发廊，你也要我帮你收啊。现在都说你们是神仙爱情嘛，就很多多了很多你们的爱情粉，你们知道这件事吗？我们有时候就是也会经常吵架。什么时候你会心情不好的时候？黑年的时候，不是我就是他，反正就是夫妻有的东西我们都对啊，矛盾啊啥的，有时候着急了也是态度啊什么都会有。那你们爱情保鲜的秘诀是什么，可以分享一下吗？我觉得是谈吧，聊天吧，不停的说吧，不管是他在忙的时候，在哥哥那个时候，还是传宗啊，还是他要去一些接戏啊什么的，他都会跟我聊很多，然后我也会跟他说我的压力啊，我的开心啊，然后分享给他知道啊，这样我觉得那个是叫保鲜吧。啊，因为每个夫妻不一样，我感觉我对你可能就是还是喜欢你这样的性格。他一来是很开朗很快乐的，就是如果我有时候累了，如果我觉得哎呀不要那么烦了，那可能就要小心一点，就是我要小心一点，因为我就喜欢他的性格，如果觉得这个太吵了，就应该是我不对了。你看要时刻自我检讨这个。他有这方面好，而且我觉得最好一样东西就是他很在意我陪他那样东西，就给我存在感很重。哎，没有，觉得靖哥有求生欲下线的时刻。没办法呀，这个还要生存嘛。你算了吧你。他觉得他的求生欲强吗？强什么呀，说什么都不怕，最怕蔡小芬说普通话，不就是你吗？靖哥之前也说普通话教学从入门到放弃，现在还是一个就是躺平的状态吗？现在要远离，因为我纠正他会不服气的。他会觉得是可以的，为什么还要改？没有，我觉得我已经学会很多了。他现在要远离我女儿。对，因为他们在读写里面，我要不停地帮他们嘛。听写啊，听写，他帮女儿听写的时候，他读出来女儿听不懂。我听到的过。然后他们就会矫正我，
就说妈妈应该这样说，我说好，我知道了，然后我就学一下吧。所以我现在就起码有一丢丢的进步，但是呢，如果就是不是运用多了又忘了。所以女儿应该以后教你，女儿会教我，而且他们的态度很好。今年靖哥参加了节目之后，收获很多的关注和喜爱嘛。就 Ada 姐觉得靖哥参加完之后有什么变化吗？这我真的觉得整个节目里面他已经有很大的变化了，从什么都不想管，然后呢，到他真的是的确要做那个队长。然后他去面对去处理很多事情，他真的是那个性格从来就是按理来决定吧，我觉得可以就行了，他是很好的一个性格，但现在了他要慢慢的转变，我觉得他很多很成熟的地方其实以前也有，只是可能用不上，现在就可以发挥出来。大家都说靖哥是宝藏哥哥，作为最了解靖哥的人， 您觉得他还有什么大家不知道的惊喜吗？太多了，真的，我觉得他很多人以为他只能演一个就是武打戏，其实他不止的，他可以演一些文艺戏，还有就是很多类型的东西，我觉得他都可以驾驭。真的不像我们就是经常看，就是他应该就是一个打星而已，应该就是不停的要做很多动作，但其实他是一个感情很丰富的人，而且他是很会去处理怎么去表达那些，以前他不行，现在他真的不一样了。所以今年对靖哥来说也是格外滚烫的一年吗？好滚烫，烫的不行了都。接下来明年的重心还是在综艺方面呢，还是会多向影视方面发展一下？我不知道，都有吧。因为现在初步定下来应该是在年初也会有影视的工作，再说吧，因为其实都有。